请收听《无尽苍穹》，万神流转，一点伤亡，代表一路文明。今夜，天际最闪耀的两粒星，夺天争辉。青龙座三招，一定夺皇团圆之位，久治不定，随即打开天剑之门。好、无形无名，万物之宗，天罗圣团，武功东天天地四，斗红一切，修武绝伦，修万劫剑宗，攻击天将。绝世超飞，天一之境，地一之变，结果就是。第大路，哈，第二招，古剑真手，惊世之出。天赤风，七万劫，严不红眉之势，强者剑宗。无为无争，万境之本。天都圣团，不应好勇之我变。啊！七万劫，七剑惊出，以强者贵人独立，不可一分。啊！最后三道剑气冲破太极剑中，一胜一败再来上交锋，最后一招断不留遗憾，让我见识你的极极速转，用你所求，夺皇一招也不可让我失望。啊！万劫刀剑之行，苏温柔刀削相欺，无苦无求万事之愿。天都圣团，微博欢心几结婚，刀锋一息融入千里神乱，切实天地肃人，微顺强悍的音律，纯纯混入苏万劫逆袭。要速转，千古一敌，破锤从容。啊！好、哦，即将第三枪，即将。能东湖归从为兄，剑客休息平分。你真好。修万劫，不愧为青龙座毕生定敌。此前虽不分胜败，但未来终究会有一个结果。哈，我同样期待。